Ella 近期参加了中国实境秀《乘风2023》，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收获大批观众的肯定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播出后， Ella 也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了幕后花絮。直接影片中可以看到， Ella 为了舞台表演真的付出了许多努力，不管是在睡觉前搭车时，或是在飞机场，她都会把握空档的时间拼命练习。更透露此次的两轮表演曲目难度都很高，而队友们虽分隔多地忙工作，也仍会抽出时间讨论表演。Ella 在这次的舞台表演中，勇于尝试高难度侧手翻动作，声带也因为太过操劳而严重肿胀，导致他需要擦药两次，并且保持绝对的安静。他担心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说话的欲望，所以在胸前贴了小纸条，提醒众人不要跟他说话。可见他对节目真的很用心付出啊。